穿着红红衫来派着喷着的气球，这是国军八军团三九化兵群的化学兵，这回总共有90个人会来进驻着林德区的成功里加林和里，来协助着天狗日的这红叶的喷着的工作。台南市本土的天狗日的每天都有增加的病例，今日夜间的疫区林德区市府也甲八军团来合作，来派驻着化学兵来进驻。市长魏提甲立委王定武，阁有侪侪议员人到场来关心着相关的清消工作。请国军协调化兵的兵力能够协同我们卫生局跟环保局的人员还有志工一起来这边，一方面谢谢国军的支援。一方面感谢住户的配合，一方面谢谢这个第一线环保人员跟卫生人员他们的一个辛苦，因为他们已经清消了很多天了，前两天下大雨又要再重来一遍，坦白讲这是人的意志力的磨练了。李市长表示讲，相当感谢着国军兄弟的辛劳，也希望民众配合着喷油啊之后，将这门窗关起来一点钟，让红叶喷油啊发挥着效果。像这个喷枪，过去在南台湾只有30把，而且都是民间的，现在光台南市就100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器材人员还有无人机器材人员科技都比以前还好，所以说我相信只要大家众志成城，一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控制住疫情，这是大家努力的目标，来跟住户感谢住户的合作，因为其实坦白讲，这对住户来讲生活是比较不方便啊，因为喷完药以后要紧闭门户1个小时，所以说对他们来讲生活会受影响。你对着这回天狗的夜情，台南市有也征求着国军来做着支援。今仔日出动着40名兵力，明仔载将有50名兵力。未来会看着市府的支援需求来进行着调派，希望协助地方完成着天狗的防治任务。南天新闻台以下林德采访报道。